各位学长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乡村盖浇饭，辅助配料有辣椒面、白芝麻、花生米、香油。我们把这乡村的头切掉，用水给它冲洗干净，加入盐巴，给它抓均匀啊，抓到有水分出来，抓到这些杆软掉了。已经被我抓成这样子了，切成末。炸过的花生给它碾成末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剁成末的这个香椿给它下到水里面过一下水。把过完水的香椿末给它捞起来备用。把这个香椿末给它下到锅里面炒干，把辣椒面加下去，辣椒面吸入水分以后就不会焦掉。炒干了以后，我们加入白芝麻，加入花生，花生末，加入香油，拌均匀。这样子香辣可口的乡村酱盖饭，我们就制作完成了。